陕西延安市政府昨天下午公布了对城管跳伞小贩头事件责任人的处理情况，对现场参与的八名执法人员、两名负有领导责任的负责人进行了党政纪处分。延安市公安局对一名涉嫌违法的工作人员给予刑事拘留处罚，另外一人被行政拘留。